好像跳这个洞去树洞。我回到树洞了，我在这边守护大家。边修边杀是个蛮好的方法，如果很多人的话。边修边杀，可是这个技巧应该不属于我。先吐一个。Yuri 他们学会了，对的。Yuri 的尸体在树房的门口。树房的门口，怎么可能那么快被拍到啊？应该蛮新鲜，因为我在右上的时候还有看到他，对吧？欸、他不是死在电板前吗？不是，他不是死在电板前。嗯，那我会快点。进去修灯的是谁？我。我跟白色。我从右边走过来的，因为我在右上。就遇到 UZ， 然后跟红色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关灯之后我就先往电房，那好像又被完灯了，没有修成功。啊，有任何人看到灰灰吗？没看到，很久之前在炮房有。青蓝跟白色是走哪个方向去修电的？我是从下面往上走，然后往右，然后我中间往上的途中有跟红色错身而过，对吧？下面通道下面上来。对，我从通道下面上去，我知道这样感觉我好像有点脏，可是我的确是从下面往上。那白色是跟你走一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自己一个走，红色的，然后我跟红色交交身。那我先问一下，有没有铁宝的？就是你可以帮他这两道不会卡住的。你先盘，先缩小那个，有没有铁宝的？都搬走。所以红色你是灯暗往下走，跟白色擦肩而过，然后在宿房拍到尸体。没有我。听起来是我跟青色擦肩而过，但其实我没有看到他。哦，你说他的说辞是他跟你擦肩而过，但你根本没看到他。可是我的确有看到，但他也看到。或许是我没注意。那你尸体是拍在哪个位置啊？树房。树房里面。反正讲起来，你在灯暗，然后在通道往下走，你要找尸体，然后你没注意。藏的东西我就会有点脏了。我一开始就讲，但我还是讲。有多少人看到我在右上角弄那个洞？我有看到店长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还有 UD， 然后好像还有我有看到你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。那个洞是什么意思？想到这一道这么强，关灯前我还在右上，最后我是看完紫色青蓝色往上走我才到的。灯还没亮。
我都没看到有人。啊，没办法跟他讲，我已经到一个。其实我们可以出去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最尴尬的地方。都没有人发现我的尸体。你那个好像有点难发现。尸体在哪里啊？有一个在左上右上角的塔。我看到他走上去，我就想说，嗯，怎么这么香？错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不想被刀掉，所以我在那边思考谁是凶手。然后我才讲完这句，我就被刀掉了。我错了，木你就不见了。没有，其实我没有想到那个 UZ 被拍的那么快。我是看到青蓝色往上走，我才刀的。我一直看着他往上，确定往上走，我才刀的。然后下一秒就是想说我要活过去，我要盘一下谁是鬼。然后我刚刚又在想说青绿是不是鬼，然后我直接被倒了。有吧 ，Tommy， 我们那个地洞直接双跳过去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对，因为我怕你没 get 到有。如果我马上跳出来的话，那个时候直接有两个人在那里。我怕你直接跳动，我知道那个跳动的时间到了。有哦有哦。哒啦啦啦啦。这一场还行。看我们觉得以后不要修灯好了，好危险。看开趴啊！阿毛，你的那个树洞现在怎么一堆人在那开趴？还是我刚好想回树洞哦，好想跳这个洞去树洞。我回到树洞了，我在这边守护大家。干啊！干，这太好笑了。噔噔，嗯，阿虫一起死了。